求大悲水治愈母疾，林静然。民国67年六月，有一天，家母不知何故脚背起泡脓肿，非常痛苦，请良医治疗已无效果。每天看着母亲在痛苦呻吟，内心非常难过，但又帮不上忙。忽然想起书中常言，大悲咒水非常灵验，于是在佛前虔诚诵念大悲咒，求大悲水，约一炷香的时间。诵完后请母亲先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十声，然后服大悲水。如是服用三次之后，与次晨感觉到胸中甚为难过，欲呕吐，结果吐出一团血块，未多久脚背上的水肿已豁然而愈了。